你们几个想要通过独掌权前往岩波，只要我再任一天，就绝不会让你们这么做。但如果是别人当拳手，或许可以。嗯，小姑姑，你认真的吗？你若是想带他们去，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上次的拳手试炼你逃了。 这一次，你还要逃吗？魔界危险重重，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还是直接放弃吧。不，我不会再逃了。族长，我请求再次进行拳手试炼。好，若你能通过试炼，终身不得离开泉隐村的惩罚可以暂缓执行。 并准许你接着调查四年前之事，但若你不能通过，便立即接受惩罚。桑游，你可接受？我接受。明天一早，我会在独掌泉入口等你们。今晚你们先好好休息。 就是将来还是要进族。我看，还是我去同桑前辈再谈谈，毕竟你是为了救修吾才犯了村规。嗯，哎呀，你们俩就别操心了。现在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要去魔界找小秋啊。我先带你们去休息吧。小姑姑也把客房收拾出来了。有劳了。对了，我们村房子不多，要委屈月姑娘和小晴挤一挤了。不委屈。 试炼搁置多年，是因为不清楚独杖异动的原因。现在你提议重启拳手试炼，可是查明了异变的真相。长老，四年来阿尤在外调查，终于掌握了可靠的线索。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，但我相信，离真相已经不远了。 选拔拳手是村中头等大事，不可等闲视之。我知道，所以阿尤必须通过试炼，才有资格担起这个重任。桑游，桑游，桑游。 逃跑出去玩，看来又皮痒了是吧？啊，好险！昨天逃了长老的一刻去抓兔子，我就知道小姑姑铁定饶不了我。还好我一早就躲到外面来，不然又得挨打。人呢？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是小姑姑的法术课，现在回去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哎，反正都出来了。 不如打几只山鸡，拿回去还能哄哄小姑姑。桑游，
你简直太聪明了，不愧是你。喂喂喂，别跑啊！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你跑啊，你再跑啊。我是天下第一神射手，要是学法术能和抓山鸡一样有趣，那我一定就不会再逃课了。要真那样，我学起来保准比莫大哥还厉害。哟呼，四只山鸡了！哦，对了，再打一只送给苏温长老。收了我的礼物，他就不能再生我逃学的气了。小姑姑是村长，又是仪仗拳手，不是应该忙得团团转吗？果然在这里。莫大哥，看我抓的山鸡肥不肥？你小姑姑在村里到处找你，你却跑出来玩？她天天逼着我学法术，太闷了，还是抓兔子和打山鸡好玩。拳手试练没几天了，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，玩心要收一收。收什么呀？拳手肯定是你，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。法术，我不爱练。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小孩，其实我也不比他小多少。要是我当上了拳手，那时候村里人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了。他也……哎，穆大哥，要是你当上了拳手，会不会向我小姑姑求亲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哼哼。看到你枕头下面是小姑姑之前给你绣的腰带，她给我们俩一人做了一根腰带，可从来没见你戴过，我还以为你弄丢了，没想到你那么小心的藏起来。你翻我东西！你小子！莫大哥，你真没眼光，看上个母老虎！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莫大哥，我求饶还不成吗？求饶了，求饶了！莫大哥，又是这个梦。你醒了，师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这就来。还有，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？是昨晚没睡好吗？没事。时间不早了，出发吧。还有哥找到媳妇了吗？不知道。
莫大哥，你会想家吗？我一定会通过全手试炼的，连同你的意志一并完成。各位村中长老，四年前毒瘴动荡，以致全手试炼一直未能完成。今日桑梅请求各位长老恢复选拔新拳手之仪式。准许。村中适龄者若有意成绩独仗拳手，需通过天赋测试才有参加试炼的资格。桑游，可愿参加试炼？我愿意。可还有人要参与试炼？没有啦，阿尤哥，我们都看好你。对啊，阿尤哥，你一定能通过的。你们，桑游，试炼者需互助进入天坑深处，由泉眼选择下任拳手。但如今只你一人，这种情况历代未见。可不可以让我们和阿尤一起去？好吧，这次特许你的朋友们与你同行。真的？但考验你必须独自完成。是。阿尤哥加油啊。谢谢你们。莫大哥，如果你在的话，在行动之前，我要先交代几句话。毒瘴泉虽有天下万解，但也有天下万毒，有不少毒物是外界前所未见的，若不小心会酿成大火，你们要紧跟着我，尽量不要触碰任何东西，以防发生意外。最深处，这里只是通向泉眼的第一层。天坑周围长着很多药草，只要想进去，就可以下来解药。不过也仅限于这条，带我下来，不是闹着玩。
定不了命。好像有什么被困在里面了，我来。跑得好快啊！既然救出来了，那我们就继续赶路吧。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速度太快了，我都没看清。是鹿。鹿，我好像看见它身上挂着，会是爷爷说的那个吗？神农九泉真是一个神秘的所在，从古至今总有觊觎九泉力量的贪婪之徒，想聚九泉一己私用，完全不在乎生灵涂炭，也总有像我们村子一样的无名拳手拼命阻止，但世人大多无知无觉，可敬。为避免拳手在位过久迷失初心，我们村子每过几年就选出新的拳手。
很像。明明拆开来就算三道菜了，放到一个盘子里就是一道，民风朴实啊。卖相更高。啊，也对。这次做的也不错。三蒸鲜宝虽然看着复杂，但做起来却不难。那月姐姐有空教教我，我回去给师傅和师姐们露一手。好啊。这一层的试炼我们得分成两队走，那就你们三个。月姐姐和修大哥不能分开，所以我和阿尤一组。小晴，前面的路有上下两层，月姑娘你们走上层，我和小晴走下层，到时候需要我们上下协力才能通过。好，那我们到这条路的终点汇合。今天桑游看起来与往常很不一样。嗯，或许是与四年前的旧事有关。小晴，你看这里的花花草草长得是不是很好玩？阿尤心情果然不太好啊。
看来这便是阿尤说过的上下协力了，需由他与秦妹帮忙，我们才可继续前进。击破这朵毒花，这样才能给上层开出路来。那我们后面应该也有需要月姐姐和修大哥帮忙的地方吧？没错。这朵花的位置，我懂了，它控制下层的道路。我们先将其击破，秦梅那里方能通行。师弟，前面过不去，稍待片刻吧。好。哎，没路了吗？小晴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等月姑娘他们吧。还是我们的脚程更快些啊。嗯。阿尤虽然在笑，可是。小晴，又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走了这么久，你累不累？我不累。我估摸着，前面就只剩一小段路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和他们会合。哎，好哎。
击破这朵毒花，秦妹那里应该就畅通无阻了。这试炼若是只一人独自挑战，还真不知该如何应对。小琴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是阿尤有心事才对吧？这被你看出来了。先去找月姑娘修兄弟吧，等人齐了，我一起说。都齐了，我们去下一层吧。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大家先等等，有些事情我需要告诉你们。阿尤，什么事情？如果说出来让你难受，也可以不必说。不行，我必须把发生过的危险告诉你们，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。阿尤，你们也听小姑姑提及了四年前毒瘴动荡、全首试炼未能完成的事情，它就发生在这里。那时候的我，正是调皮的年纪。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之后便和小姑姑相依为命。我是个不省心的小鬼，整天在村子里捣乱，惹得小姑姑天天训我。现在想想，虽然有村人帮助，但小姑姑那时候不过十几岁，自己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，还得照顾我，该有多艰难。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，我却并不觉得有多难过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好兄弟，他叫莫年。他比我大两岁，也是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又因为跟我经常玩在一起，小姑姑就索性将我们两个人一起照顾。我叫他莫大哥，我们每天一起学习，一起捣乱，然后在一起挨小姑姑的揍。我腰间这把刀就是莫大哥最宝贝的东西，谁都不许乱碰。我眼馋这刀好久了，偷偷摸过几次，莫大哥发现后装作很生气的样子，我慌得不行。没想到这把刀还是留在了我这里。莫年在村子里并没有见过这个人。我爸小时候特别贪玩，在我看来，抓兔子打野鸡比学习医药法术要有趣十倍百倍。每次小姑姑都要紧盯着我，我才勉强能看下去几页遗书。可是莫大哥不一样，他什么都学，也什么都会，更什么都做得好，我可崇拜他了。当时小姑姑已经担任拳手数年，按村规该从村里的孩子当中选择新一任拳手了。我和莫大哥算是孩子们当中天赋最高的了，村中长老也说人选不出我和莫大哥，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是根本比不上莫大哥的。
犬首试炼，若是受伤或被困，小姑姑就会将他们带出去。很快，独掌权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莫大哥。莫大哥，前面就是泉眼了，你快去吧。啊，我们都走到了这里，你怎么能这么随意？哎呀，莫大哥，我早就说了，我对当拳手没兴趣。当了拳手，可是一辈子都不能离村的。这天底下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我都没见识过，没享受过，就这么绑在村里一辈子，我可不要。去年嫁过来的汉家姐姐输了好多稀奇物件，我都想去看看。你说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嫁给了我们村子的人。他以后可都不能离开村子喽。哎，说好了，要是你当上了拳手，以后我偷偷摸摸出村去玩，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。臭小子，算盘打得挺精的。也是，如果我成为拳手，那就可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独掌结界？不对，这不是独掌的力量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敲了练法术，也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，玩心要收一收。收什么呀？拳手肯定是你，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。法术，我不爱练。阿尤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独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独掌动荡的时候，出现不明的气偶和结界法阵，小姑姑和长老们无法进入独掌。等他们赶到时，莫大哥已经……几个月后，我离开了村子。我发誓要找到独掌动荡的原因，我要找出害了莫大哥的凶手。阿尤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当年我只走到这里，前方不知还有什么凶险。我们打起精神，继续前进。